家具布局是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风潮，由于蒸足比大，机动性好，超音速性能优势，而且整机重量轻，起降距离短，受到了全世界航空大国一致热追。虽然第一款压式布局飞机由瑞典人在1970年就批量一款半压式布局 JA-37 雷战斗机，但是在整个80年代全世界研发压式布局的热潮中，瑞典人也继续领先，开发出了 JAS-39 英式压式战斗机。这一款战斗机采用压式布局后，飞机空中比雷几乎小了 43%， 发动机推力最大推力减小了1/3，而且载弹量几乎保持一致，而且机动性更好，这就是压式布局的威力。飞机小了一大圈，性能指标还提高了，这就是压式布局给飞机设计师带来的红利。欧洲的英法都不约而同采用了压式布局，法国人在压式布局上花了很多功夫，最早就是在幻影3幻影5记忆前方加一个小型固定三角翼面。虽然这么一点点小东西，但是对于飞机的升力却有大幅度的提升，盘旋性能提高了 20% 多，但是涡流增生带来的阻力也使得飞机的加速性降低了 11% 左右。由于法国发动机历来比较弱，所以就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尽量降低压式布局带来的阻力，所以采用了一个超小面积的压翼作为阵风战斗机的三角记忆补充，最终也使得阵风战斗机加速和爬升能力和幻影2000相比有了台阶性的进步，同时保持了三角翼飞机盘旋和滚转的优势，最终成为一种强悍的能和 F-15 匹敌的先进战斗机。阵风战斗机在增升和减速之间做了谨慎的选择，最终阵风战斗机性能比较均衡，而欧洲台风战斗机在英国和德国这对难兄难弟的相互忽悠下放弃了涡流增生，几乎就作为一个远距离的前置平位使用。超音速性能确实不错，就是亚音速机动性稍差点意思，虽然飞机总推力比阵风大了3段，最终格斗还是经讲输，英德合作的台风战斗机就是个飙车狂，速度是最大追求，而美国人经历了多款压翼研究飞机之后还是选择放弃，而俄罗斯人在欧洲压式浪潮中也动摇了，在苏联解体前开发出了重型压式飞机米格 1.44， 大体设计来说很像台风战斗机吹胖，性能指标也偏向于超音速高速飙车，当然不合时宜的缺席了隐身时代，惨遭淘汰。米格 1.44 感觉很像大型台风，追求超音速性能，几乎带舱四发导弹，而中国在歼十战斗机上缺乏经验，在快音速格斗上倾注了过多的精力，而雷达技术落后导致机头太粗，机翼面积大使的飞机加速性能不够好。在新一代亚式战斗机歼20研发上，虽然也有个硕大的机头，但是设计师还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超音速性能上，而且保证了隐身性能，造就了一个传奇。歼十是总师宋文聪设计的第一款全新战斗机，也是唯一一款由于缺乏经验性能有些缺陷，从歼十到歼20，中国设计师才搞懂了压式飞机设计，对于中国第一次完全掌握三代机设计制造技术和压式布局设计来说，歼十也可以算满分。有歼十做基础，歼20方案出来很快，在歼十战斗机批量生产，而到3年后，成都飞机研究所就拿出了歼20的详细设计方案，最终在4代重歼项目竞订中夺冠。歼20在歼十基础上设计更加完美，而另外一个野心勃勃的小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也展开了压式布局的研发，经过20年的努力最终失败。这就是以色列的施雷维战斗机。以色列雷维战斗机最初他们就是想在成功的有着 C2 飞机上开发一款轻型便宜的空战飞机。以色列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仅安装一个压翼就可以使得飞机的大迎角性能飞速提升，提升幅度高达 50%, 而且空角范围可以轻松达到30度。
而大部分三代祭最大功角就是24度，小小的压抑就有无穷的魔力，这使得全世界飞机设计师为之疯狂。这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压式战斗机方案，飞机采用后掠翼，压抑和主翼重叠这设计特点，一直延续下去。可以看出压抑和主翼重叠，而且机翼采用展弦比较大的后掠翼设计，可以最大限度的压缩机身总长以及机翼尺寸，将压式布局涡声率干扰能力压榨到极限，这也是犹太人的一个特色吧。1974到1976年进一步研究结果，得到了 EIVH 式战斗机最早的一些设计构想。经过验证的气动布局设计使用优势 CR 的压抑，在 F-15 和 F-16 上经过验证的先进发动机 PWF-100 电传操纵控制随控布局 CCV 构型，结构和优势近似。这一点专门针对第一个方案，一身融合体带雷达，最大9级极限过载，保留压制设计，但是强调机身和优势相似，是这个方案的特色。但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就可以色列购买 F-16A 得到的关键数据，以色列人很快就发现这个沿用优势 CR 方案的严重不足了，在稳定盘旋和作战半径数据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在综合顺盘有超越，最终的结果决定修改，修改也包含双发高推比设计，也可能采用英国罗罗公司的 RB-199 设计。从对空和对地能力来看，以色列人还是不满意，需要大力提升。为了得到最佳效果，以色列人尝试了很多种进气道方式，最终发现 F-16 的进气道最好，由于双发带来了高推比优势，当然也带来了高重量和阻力，最终使得初中低价成为泡影。所以双发方案下马，双发设计机身宽敞，带了极佳的挂弹潜力和机动性，在发动机的选择上也经历了一番波折，最初采用一台 F-18 的 F-404 发动机，飞机尺寸和重量得到了极度的缩减，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在飞机载重能力和航程方面超越了优势 CR。 这就是单发压式布局方案，采用7吨推力的 F-404 发动机，飞机很轻，在重能力惊人，最终在 L-033 布局上得到的参数，使得以色列人下了决心，未来战斗机就是这个样子，压抑三角一组合的气动布局，全动压抑，肌肤进气道，一身融合，电传操纵配合进步稳定布局设计，能到手的最先进的发动机。而且以色列人对新飞机的要求定掉了，和 F-16 一样的对空能力和电传操纵，和 F-4 一样的挂弹能力和对地攻击作战半径，带对空对地作战雷达，而且要求飞机高生存力，内置电子对抗设备，减低可观察信号，提高穿越敌人防区的速度。这就是最终定调的雷米狮式战斗机，最终都得到了狮式战斗机的气动要求。飞机有最高的瞬时盘旋和稳定盘旋能力，优秀的跨音速和超音速加速性，以及均推下的低空高速飞行速度，机翼展弦比 2.35, 前圆后略角54度，50个剖面形状组成的机翼外形太复杂了，操纵面控制规律由飞行状态决定，比如飞行速度和攻角，对空还是对地模式。中国歼十机翼设计和狮式战斗机类似复杂，但是压翼和机翼组合则拉长了距离，不敢重叠发动机选择则比较容易。从 F-404 起步， F-100, F-1120, 最终选择了 F-1120 这个漏气涡扇发动机。使用高端 F-100 发动机的话，性能将会超越 F-16, 对美国军机外销不利。而这款飞机研制费需要美国支援，为了保证项目能进行下去，不和美国的当红飞机 F-16 冲突，以色列人选择了 F-1120 这个 F-100 高端发动机的降档产品，最终强调对地攻击能力，挂点多，挂载重量大，高达 8.3 吨。犹太人的疯狂也体现在飞机一共有16个挂点，超越了苏27的12个， F-16 的9个，这是狮式战斗机，
远程对地攻击的典型挂载，两个超大油箱，一大堆炸弹，当然过于狂妄的设想往往在冷酷无情的物理法则面前立即撞得粉碎。失事战斗机试飞后就发现了抬头太猛难于控制，而且压抑和记忆距离太紧，耦合作用强，但是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导致飞机航程严重不达标，而且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梦想都在美国人身上。以色列人开发这个小型的炸弹卡车最终遭到失败，当然美国人也不是傻子，吭哧吭哧帮犹太人把这个战斗机的设计实现了， F-16 哪里还有活路。1985年美国人终于怒了，失事战斗机敢， F-16 是美国三大机的现金牛，谁动了都和美国严重过不去。列维不死没千里，失事战斗机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开发项目，也是以色列飞机公司最后一次自主研发复杂战斗机项目，费用严重超支，技术问题严重，最终下马，大量设计师下岗，这严重打击了犹太人的自信。当案在失事战斗机流散下岗的人员内，以色列人在互联网找到了新的据点，几百上千个新技术公司崛起，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撑了以色列的发展。或许雷维死得很好很合适。